亲爱的无鸡八度朋友和居民们，你好。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我已经拜访不少本区的家庭，我将希望能够拜访无鸡八度每家每户的家庭。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如果当选本区的国会议员，我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有效率的管理我们无鸡八度主屋区的房地产和我们市政里市会，让无鸡八度成为一个更有生产力的社区。我将做一个全职的国会议员，会有更多时间来照顾您的需求和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关注无鸡八度的护理。此外，你在国会里会有一个为你出声发言的国会议员。我们全家人祝你身体健康，谢谢。